娱乐频道综合报道，女星吴佩慈与富商纪晓波育有两子一女。今年39岁的她，尽管已是三个孩子的妈，外貌与身材依旧保养得宜。先前她剪了刘海后，更是少女味十足。近日她至澳洲旅游，与网友分享多张美照，超嫩模样让粉丝惊呼像极了新垣结衣。吴佩慈过去总以大旁分刘海示人，带给外界成熟印象，但先前她剪了超难驾驭的空气刘海，瞬间逆龄成女大生。平时忙于照顾小孩的她，近日难得有时间至澳洲旅游，她 PO 出多张在当地的照片与网友分享，其中她与羊驼的合照引起热议。只见她戴着大大的墨镜，长发被风吹乱，但近距离的拍摄能看出她的皮肤状态仍相当好。吴佩慈也笑说顺利拍到合照，没被吐口水。许多网友看了照片都认为她撞脸日本女星新垣结衣，大赞还以为是你高中的照片，怎么皮肤这么好。39岁的吴佩慈保养的宜，翻摄自吴佩慈 IG。 吴佩慈剪发后超逆龄，翻摄自吴佩慈 IG。 许多人认为吴佩慈左撞脸新垣结衣，翻摄自吴佩慈新垣结衣 IG。